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没有一条路通往罗马，因为他们的路不是你要走的路，就像你的音乐只能由你去创造。对音乐的理解很重要， Flow 唱对了就有自己的风格，这些都对，但说唱的表达从不设限。把 Hip-Hop 变成生活还不够，把生活变成 Hip-Hop 才够炸。 A rap without the spirit is like life without the soul. If you don't raise your voice, it will never be heard. (音)没有人替你发声来释放野心，和自己较劲，打破禁锢，让万物皆可说唱。我们正在寻找新时代的表达者，他也许是说唱世界里的探索官，一百种人生，一百种说唱。你也许就是那个眼光独到的灵感捕手，洞察万物，打破脑力次元，每一次捕捉都是自我表达的觉醒。Keep real， 做新时代的表达者，说唱新时代，万物皆可说唱。